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哥。我们今天来玩这个王者荣耀体验壶，玩它女娲，我们来单挑模式啊。我们看一下单挑对方是会遇到什么对手啊？这个装备还是按照默认出装，然后我选的是第二套啊。然后技能我选的是这个斩杀，召唤师技能我带的是斩杀，我们直接开始啊。啊，对方是杨戬啊，这个可能有点难啊。毕竟我是个法师，人家是个战士，可能而且他大招还能吸血，这个我可能会输啊，这把有点麻烦，主要是展示一下这个女娲实战啊，看能不能虐他，而且这里没有草丛啊，开大招他会把地图变大是吧？然后招技能就远一些嘛，攻击距离就远了。但是他换大招的时候不能动啊，这个有点麻烦，可能会被他虐啊。OK， 他们什么时候过来啊？他还不过来，不过来我们也不过去啊。不过我们距离会比他远啊，这就是我们的唯一优势了。我也不知道我这个铁壶为什么打个怪都是那个光片跑出来啊，是什么情况啊？我也不清楚啊。就最近老是这种下场。这个家伙还放狗咬我，刚开始可能大家都还好啊，他打的我也不疼，主要是后期啊，我去了，那口血比较多啊，哎呦，同归于尽啊，我是被小兵打死的。两个神啊，女娲可是创造的人啊，创始之人啊，杨戬居然敢打女娲，我距离比他远啊，我就守塔，他能拿我怎么地啊？他敢冲过来。小孩还来，怎么是他领先？我们两个都差不多血啊，他后杀了，我先把他杀了，然后我好像是后面被小兵还是怎么地啊，直接挂了。看我大刀，你跑，小样，你再过来，再过来，爽了啊！女娲就是女娲对吧，单挑还是有优势的啊，我远距离攻他都看不到我人就被我虐啊，这也是一个好处，而且女娲运蓝也不是很多啊，能恢复蓝也好快啊，再加个鞋子吧，我这么远都能打得到你，你躲到塔里面有什么用啊，对吧，我开个加速就可以啊，那个大招再点一下，然后就可以直接跑路了啊，哎，这样子，我们反而还能把他虐啊！开大招，电他！哎，他能拿我怎么地？走了，小兵没了啊，我们就撤啊！吃个血补一下蓝，这样子调剂他啊！等一下，我们直接开大招，他能拿我们怎么地？他能拿我们？哎，我就在这里站着不动，让他打。对，赶紧开，吃饱。哎，他想用狗咬我。哎呦，有本事你跳过来。哎呀，就是换招技能太长了，时间太长了呢。他如果速度再快一点的话，他就跑不掉了。而且变招的时候，他伤害也变大了啊。打小兵，咦，正了啊！反正结束完大招一瞬间还能加速一下，这个加速就是给你逃跑用的。看我们多开心啊，打着他啊，还跑，哎，又没血了吧？
这时候我再杀上去给他一个斩杀的话，他就挂了啊。原来女娲还反而还能领先他呀！哎呦，跑，赶紧跑！放大招的感觉，让我回忆起过去的辉煌。放大招的感觉就是爽！再过来，再过来点，再过来点。哎呀，太爽了！渺小的虫，这个招好赖皮啊！来来来，你再来！他根本打不到我，只有被我虐的料啊！哎呀，瞄准确是一个问题啊。对，老是瞄不准啊，因为换的时候总不，因为你就是换准位置，他很容易就跑掉了啊。赶紧把这个炮兵打掉，要不然他炮兵过来打我的塔。来，你活干。这个不好瞄准啊，很容易跑掉了。哎，中招，再来一招，而且变大招又那伤害特别大，特别大，对吧？赶紧把炮兵打掉。敢跳过来吗？标记了我有什么用啊？只要把炮兵解决掉就可以了。哎，这是蓝不够啊！哎呀，哎，打到了吧？这个要算准它的路线啊！我们要回去补补蓝啊，要不然不好打了。这个补蓝阶段他会打小兵啊，给他发育了啊。我们看经济啊，经济相差不多啊。那一波小兵给他解决了，他就可以超过我了啊！这就是他的优势吧，他能给可以提前抢占很多兵啊！这家伙居然不回去啊！我们开炸弹的时候，他会看见我们的攻击范围的。这个不能让我们先发育啊，不能落后他啊！我居然敢冲过来，不过这波我也可以往攻一下啊，叫你跑，被我打的都没法跑了啊，容易拆他塔。我们开的速度可是很快的。你再过来，你再过来，再过来射死你啊！走了。活着就是看身边的不断的。到后期我们大招也速度也很快啊，砸死啊！要瞄准，等待机会。砸到他没血了，主要技能恢复不了啊，还不跑啊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啊，他这就很危险了，知道吧？慢慢的啊，慢慢来啊，我们发育好的话后期还是可以秒他的。他现在回去补了血了。
他只能四处跑啊，也看不到我们，他能拿我咋地？哎，你半血了，差不多了，一样。活着就是意思。你干嘛？你再过来。这佛也是补补血啊，女王要补血了啊。自以为穿越黑暗森林而猜疑。经济啊，我猜我经济还落后他啊，没办法，我补血速度打冰怪没他快啊。我给他等一步，他不过去啊。这到后期都可以无限用的啊，技能基本上可以用两三次啊。咦，打不到我。好猥琐的技能。来，我就站在这不动。快跑吧。自以为穿越黑暗。哎，按错了啊，刚才不是想按加技能的。现在给他打过来了，一炮打下来，打兵还是很快的。哎呦哎呦，糟糕糟糕！大刀一定要提前按啊，大刀不提前按很亏啊。因为他大招结束了之后，他会卡在那里卡几分钟，卡几秒钟，他那卡了不会中了，亏了啊！这么简单，糟糕了，卡要被他拆掉了。一个刚才技能放一次是小小的失误啊，造成了一个大大的损害啊。被虐了，呀，这么简单，他居然这样虐我！啊，他不拆家，还专门等待虐我。因为现在优势没了啊，我没地方躲了，兵线给他压到前面来，完全要给他吃。我就不上去，你能拿我怎么？你进来，你进来。我不出去，你进来，你还不死，太嚣张了。哎呀呀，又卡住了，又卡住了，哎呀，给他跑了，我操！这家伙太狠了，我操！这补血啊，这哪能是鬼？哎呀，还想用那个狗标记，现在又可以打回去了啊！只要我保持一定距离，我还是有优势的啊。这样子他就不敢虐我了。
要早点把那个技能点掉，大招点了，要不然动不动卡在那里啊，很麻烦啊。好人，只能这样的虐他啊，一次失误就可能造成更大的那个流伤威胁啊。现在没办法，只能守家了，我不补蓝了。看一下他出装已经出的挺好的了，他已经比我领先好多经济了。我的出装是默认的，也都是纯攻击啊。活着就是。我们只能这样一点点一点点把他打下来。我去，太狠了吧！不行不行，不是杨戬的对手啊！这家伙太黑了啊！拉竟然敢是嘲笑我！等着，等着，等着，我来了呀！我不上去啊，我不出塔的范围。你不要给他标记到啊，千万不要给他标到啊。快跑，转移位置啊。快跑，被定了啊。这回要猥琐一点啊，不能再这么哎。卡了一下，卡了一下。放大招的感觉。啊，这家伙只要不给他定住就安全。看，他大招吸血啊！我。一点点给他打过来了，自以为穿越黑暗，现在塔就打他了啊！哎呀，这样直接被拆了啊！哎，他不跟我玩了哈，他要是给我打败一次的话会怎么样？好像也赢不了他，还是会被他虐啊！不行啊，我没办法，法师还是不是他的对手。